日前由美國星宇文化集團 Sally Spa、洛杉磯時尚傳媒 KYSL Studio、星宇高爾夫學校聯合主辦的2022年國際時尚旅遊小姐大賽日前舉行新聞發布會，公布決賽地點以及信息。而主辦方之一的 Sally Spa 亦都提供選手專業 SPA 美容和美姿美儀培訓。日前由美國星宇文化集團 Sally Spa、洛杉磯時尚傳媒 KYSL Studio、星宇高爾夫學校聯合主辦的2022國際時尚旅遊小姐大賽日前舉行新聞發布會。美國星宇文化公司總裁長青宇、洛杉磯時尚傳媒總經理 Sally Spa、職業模特導師 Katrina Yu、核桃市市長吳立倫等人出席。希望這一次的大賽，我們可以募集更多的佳麗來參選，加入我們這個國際旅遊小姐的選美比賽。今年呢，我們更加是首創国际旅游时尚先生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呼吁更多广大的爱美人士，先生也好，小姐也好，来加入这个选美的比赛当中。2022国际时尚旅游小姐、国际时尚旅游先生今天正式募集了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报名。只要你一报名就赢了，因为我们会提供所有的 SPA 美容疗程项目的赞助，还有美姿美仪的培训。报名请咨询下面的 QR code 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，包括我们将会发行元宇宙 AFT 的产品，而且我们还会有手机 APP 的线上报名和投票方式，大家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展示他们各自的风采。然后今年呢，我们美国地区目前确定有5个分赛区，都在12月举行。全球总决赛将会在1月18号在硅谷最大城市圣何西的市政府里面举行。今次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由美国星宇文化集团在三藩市创立，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，成为享誉国际时尚文化旅游领域的顶级品牌。那我在这个地方，要祝大家这个，成功，然后健康，然后这个比赛大家都能够得奖，然后有很好的一个成果，还有大会成功。在这个我们的青龙 Airport 啊里面举行，我们会提供场地，包括我们的机棚跟飞机，私人飞机，啊，希望大家有空啊。光临到这边来玩玩。除了这一次的旅游小姐大赛以元宇宙为概念出发，今次的决赛将有超过50名的选手参与，并以3架私人飞机作为背景亮点，推陈出身，希望能够在洛杉矶时尚活动中做到最好。天下卫视采访报道。